Hello，大家好，我是 Tony。之前呢，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迷你的无线路由器 WR703A 的这个无线路由器的。然后同样就是 GPT 呢，还出了另外几款的迷你的无线路由器，就比我手上现在拿的这个 WR710N 这款迷你的无线路由器，它还有另外一款型号是 WR720N。就是 710N 跟 720A 呢，这个硬件的配置呢都是差不多的，就90%以上都是相同的，只是它有一点点内存啊，或者一些支持那个 3G 的上的差别，然后基本的硬件架构呢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 WR710N 或者 720A 呢，就是非常接近的这个两款。一个迷你无线路由器，它相对于这个 WR703N 这个无线路由器是吧？那 710N 呢？它是自带这个电源的这个接头，它有个电源的起电口，就不需要接这个 USB 的这个线来供电了，所以它也是非常方便。就是说呢，内置的这个电源。好，现在我换一个角度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新路由器。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另外一款这个迷你的无线路由器啊。这个是之前我介绍了这个 WR703N 的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这个是702的，就它这个两个的配置呢，都基本上是相差不太多的。只是稍微有一点点配置，内存上面有点不太一样。然后这是另外一款这个 TP-Link 的迷你无线路由器，它这个个头呢就比这个703、702要大一些，你看，相比这个就大了一条边了，是，就大了很多，厚度也就大了这么多。这个 TP-Link 703、702这个非常迷你的这个无线路由器了。然后WR710 跟720呢，这两款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呢，就是因为它集成了这个内置的电源，所以它个头做的比较大一些。然后这个703或702是需要外接这个迷你的这个 USB 口，这个电源线就是要外接电源的，就插到这个 USB 电源上去起电的。然后这个710呢跟720呢是不需要接这个 USB 线，因为它自带的这个起电的这个电源插口，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它这里有个起电的这个接口。这里有个起电的接口，就是可以隐藏的，要用的时候就把它这个插头拨出来。这上面写的型号就是 TP-Link WR710N 的这款迷你无线路由器，还有另外一款是 720N 的，就是它两者相差的配置也是差不多的，就类似于703、702。就是它内存配置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就基本的这个无线的架构啊，硬件的配置都差不了太多。然后这边有个指示灯，这边呢就是它多了比703多了一个网口，703呢只有一个网口，就是它这个网口是 LAN 口跟 WAN 口共用的。然后710跟720呢，就是它自带有两个网口，一个是 LAN 口跟 WAN 口共用，另外一个是 LAN 口，就是两个都可以当做 LAN 口来使用，也可以把它当做 WAN 口来使用。然后这里有个 USB 的这个供电口，就是你可以外接 USB 的充电。然后这边的小孔是复位件。这里有个贴膜，把这个贴膜撕掉。
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呢，就是都是不稀奇的。虽然我们重点要来把它打造成一个可以科学上网的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因为它原厂自带的这个固件呢是不能安装扩展插件的，而且功能也是比较单一的。然后我们现在需要用到就是把它升级为这个 OpenWRT 这个开源的这个固件，然后安装更多的这个扩展功能插件，包括这个科学上网的插件，就是你可以用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来使用这个 SS 啊或者 SSR V2Ray 啊等等这些科学上网的这个功能插件。然后你就有了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呢，你就可以比如外出的时候把它，比如你住到酒店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插到酒店的墙上，然后插上这个酒店的网线就可以用它来科学上网了。然后你去到外面办公室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出差的时候，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呢就是大有用途了。当然你在家里使用，在其他地方使用也是可以的。总之来说，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还是有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应用市场的。好，接下来我就切换到电脑的这个画面上来跟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升级到这个 OpenWRT 这个固件，然后以及用它来科学上网的演示吧。好，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把这个迷你的这个无线路由器 WR710 跟这个 WR720N 这个迷你路由器呢刷入这个 OpenWRT 科学上网的这个固件了。然后我现在桌面上放了几个这个 OpenWRT 这个固件，这是我编译好的可以科学上网的这个固件，就是它适用于这个 WR710N 及这个 720N 的这个无线路由器。就是 720N 跟 720N 呢它有多个版本，有这里有 V2 的版本， V3 的版本啊，还有 V4 的版本啊， V5 的版本等等。就这两个型号，就是 WR710 跟712的它的固件呢其实都是通用的。为什么通用？因为它硬件的这个配置呢几乎都是相同的，就是差别很小，所以它这个固件也是通用的。好，现在我们就打开浏览器来，然后输入这个 IP 地址 19.168.1.1， 现在就进入到这个 Breed 这个刷机的这个界面。在迷你无线路由器怎么刷入这个 Breed 的这个引导程序呢，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发布的那个相关的视频。首先刷入这个 Breed 的这个引导程序，现在的看到的这个 Flash 的这个容量的是 16MB 的，然后内存是 64MB 的。好，现在我们就点一下这个固件更新，选择第二个固件，这里选择文件，然后定位到这个桌面上的这个 OpenWRT 这个固件。现在看到这里有三个固件，分别是 WR710N V2 的版本、 V3 的版本以及是 WR720N V4 的版本。就这几个三个固件都可以刷入进去的，虽然它型号有一点点差别，但是刷入进去都能正常工作的。好，现在我们就选择其中一个固件来刷入进去吧。啊，点选一下，然后打开，然后再点一下上传。啊，它现在正在上传这个固件到迷你无线路由器里面。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固件已经上传上去了。好，我们点一下更新。好，它现在就开始这个刷机的操作了。这个过程呢大概一两分钟，我们耐心稍等一下，等它刷机完成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操作。刷机过程中呢，千万不能把这个浏览器的窗口关掉，也不能把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的这个断电，就也不能拔开网线。刷机过程中呢，最好用这个网线来直连，不要用 WiFi 的方式去连接，网线直连的是比较妥当的。
这个编译的固件呢，就是集成了，我们最常用的那些可以上网的一些插件、功能插件。如果你用的这个 WR710N 或者 720NN 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它的这个 flash 容量比较小的话，就建议你升级到这个 8M 以上或者 16M，这样子你可以安装的插件就更多了。然后这内存的话，最好升级到64M。好，现在这个刷机进度快要到90%了，再稍等一下。好，现在已经到100%了，它现在就提示你。更新已经完成了，设备正在重启，本页面不会刷新，请手动检查设备的状态。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网卡这里，你看刚才网卡这里显示打个叉叉嘛，说明在这个无线路由器正在重启之中。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再等待一下，等待这个无线路由器呢重启完成之后，然后它这里有显示这个 IP 获取到的这个 IP 地址，我们先双击。看一下，看这个 IP 地址有没有显示。现在显示的还是1.1网段的。然后刷机完成之后呢，它重启启动完成呢，它应该是192.168.2.1这个网段。因为我默认在固件里面设置的这个网段就是192.168.2.1。设置成。192.168.2.1呢，是为了避免常见的这个光猫的地址啊，或者默认的这个拨号上网这个路由器的地址，它通常默认设置的 IP 地址是192.168.1.1嘛，所以我把默认的这个 IP 地址是改成了2.1，这样子就不容易造成这个 IP 的冲突。啊，现在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还在。启动当中，我们稍等一会儿。好，现在看到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这里显示，应该有显示 IP 地址，我们看一下。好，现在看到这个 IP 地址已经获取到了，就是192.168.2.244就2.1的网段的，好，我们把这个窗口去调换，然后再打开这个路由器默认的这个 IP 地址，192.168.2.1，然后进入它这个登录的这个页面。好，现在登录页面已经出来了，我们输入这个默认的用户名是 root。密码是 password，我们现在输入密码 password，然后点一下登录。好，现在看到已经登录进来了，显示的就已经刷机完成了这个 OpenWRT 这个固件了，显示这里型号是 Tiplin WR710NV2 的这个版本。而下面呢是这个它这个处理器无线处理器的这个架构。啊，这里是 OpenWRT 的这个功能菜单，菜单这里提升了很多一些常用的一些插件，啊，还有这个 SSR Plus 可以上网的这个插件呢也集成了，只不过它这里界面没有显示出来。待会我们用这个芝麻开门的这个代码，就可以让它显示出来了。然后网络接口这里我们看一下，点进去看一下，这个 WR710 跟720呢，它有两个这个以太网口，一个是 LAN 口，一个是 WAN 口。所以这里看到一个是 LAN 口，一个是 WAN 口嘛。然后你 WAN 口的话，你可以设置成拨号上网。或者这个自动获取 IP 就是 DHCP 的模式，就是你直接插上外网，上外网的网线就可以，用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来上网了。
这个设置非常的简单。再看一下无限制。无限这里也有显示了。无线的话，这里可以通过无线来进行调节或者中继等等功能。比如我们现在用这个 WR710 或720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来调节另外一个无线网络或者中继另外一个无线网络，是怎么去操作？我们这里演示一下。点一下这个扫描，然后就会扫描你周围的这个 WiFi 的信号。然后搜索到之后呢，你就可以加入其中一个 WiFi，比如我这里选择一个 Android 的吧，这个 Android 的，然后我选择加入这个网络。你首先要知道这个 WiFi 的这个连接密码，然后就可以加入进去了。这里输入这个 WiFi 的连接密码，啊，输入完密码，我们就点这个下面的蓝色按钮，点提交。提交上去之后呢，我们在下一个页面这里看一下这些设置呢，默认就是不用去改它的，就用它默认的设置。然后我们点一下保存跟应用，点一下保存跟应用按钮。我们稍等一下，它正在保存这个设置。当这个设置保存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来中继或者调节到另外一个无线网络去上网了。啊，它现在正在保存这个设置，稍等一会儿。啊，这个设置保存完成。好，现在看到已经保存完成了。我们再返回一下这个无线网络这个菜单箱这里看一看，看它有没有连接上。好，现在显示已经连接上这个 Android 的这个无线路由器了，这是另外一个无线路由器。好，我们返回一下这个前面首页的第一个页面这里。好，我们再把页面拉下来看一下，这个 WAN 口的状态呢，已经获取到这个 IP 地址了，就上一层的这个 IP 地址。这个上外网的这个 IP 地址已经获取到了，说明我们现在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呢就已经可以上外网了。我们点进去系统下的菜单这里，这有个 TTYD 终端这里，我们点进去。啊，这里输入默认的用户名是 root，密码是 password。好，现在我们已经登录进来了。然后，因为我们要开启这个 SSR Plus 这个科技上网的功能插件，我们需要把这个芝麻开门的这个代码呢复制一下，然后再把它粘贴到这里，编译行这里，再按一下回车，这样子它就生效了。然后在这个功能菜单下面呢就可以显示出来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络是连接外网是不是。网卡，我们拼一下网址，外网的网址。啊，现在拼这个网址是通的，再试一下百度的网址，也是通的，也是 OK 的。好，我们输入 ESIP 退出来。然后再返回到上面的页面，再看一下这个系统菜单，服务菜单下来像这里，这里这个科技上网的这个 SSR Plus 这个功能菜单已经显示出来了。好，我们现在点进去，现在就进入到这个 SSR Plus 这个功能菜单这个界面了，现在还没有导入节点。现在我们来添加一下节点，在这里呢，你可以添加这个SSR 或者 V2Ray 的这个定义地址。如果你有定义地址的话，直接就把它添加进来，然后点更新、提交、保存就可以了。
或者你手动添加一个一个的节点也是可以的。我这里点一下这个添加按钮，然后你找到这个 SSR 或者这个 SSR 或者 SS 或者 V2Ray 的这个节点，把它导入进来或者输入进去，然后保存设置就可以使用了。这里我来找个节点来试一下，找个 SSR 的节点，把它复制过来，然后再点这里，别过去，再确定。然后它就把这个节点信息呢导入进去了，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页面拉下来，点一下下面的这个蓝色的按钮"保存跟应用"，点一下。好，它现在就把这个节点的这个信息呢保存进去。我们稍等一下，等它保存完成之后就可以使用了。然后现在已经保存完成了，我们把页面拉下来看一下。这一个就是跟刚刚我们添加这个 SSR 的节点，如果想添加更多的话，就继续点这个添加按钮，再复制多一个，然后复制，然后再点这个导入 SSR 配置信息的按钮，接过去，再点一个确定，它就把这个节点信息导入进去了。然后我们再点一下这个保存跟应用。啊，它现在就继续保存第二个这个节点的信息，等待它保存完成，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进行科技上网。好，现在把页面拉下来看一下，现在已经有两个节点了。好，现在我们返回客户端这个功能菜单页面去。现在当前的这个主服务器是没有启用的，是停用的状态。现在我们把它选中其中一个节点来启用它。这个运行的模式呢，它有四种模式，一个是供货网列表的模式，绕过中国大陆 IP 的模式，还有全局的模式，以及海外用户回国的模式。通常我们默认就选择这个第一个供货网列表的模式。好，我们再把这个页面滑下来，点一下保存跟应用按钮，点一下保存设置。啊，这里稍等一下，它正在保存设置。把它保存完成，我们就测试一下，看这个状态能不能连通。能连通的话，就可以用它来科技上网了。好，现在看到这个 SSR Plus 的状态呢，已经是变成绿色的，显示的状态就是运行中。我们点一下这个状态的这个页面。好，现在进入到状态这个页面呢，我们就点一下这个连通性的这个检查了，我们点一下这个百度的连通性检查，啊，显示连接是正常的，我们再点一下这个谷歌的连通性检查，啊，谷歌的连通性显示也是连接正常的，说明现在国内外的这个网络连接都是 OK 的，然后这个数据库更新呢，你可以点一下这个数据库进行更新。这个不是每次都会更新的，你可以隔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更新一次。啊，它显示你的这个数据库是最新的，无需更新。好，现在我们就来试一下，来看能不能打开这个 YouTube 的网站了。啊，之前我这里是打不开 YouTube 网站，它显示是无法访问这个网站。现在我来重新点一下这个加载。好，现在看到已经是可以访问到 YouTube 的这个网页了，现在可以通过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来访问到这个 YouTube 的网站了，是 OK 的了。那再试一下，谷歌的网站，如果是谷歌的主站点，也是可以正常访问到的。说明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来科学上网是没问题的，是 OK 的了。啊，现在我们就已经把这个 Kblink 迷你的无线路由器 WR710 或者 720N 的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呢，把它打造成一个可以科学上网的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这个710跟720的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呢，相对于720。
这个702、703那个迷你无线路由器，它就多了这个自带电源，以及它多了两个网口，就是它有个 WAN 口，一个 LAN 口嘛，就是多了网口，就是更加方便的就可以接入这个外网啊或者局域网的网线。啊，这次呢，这个固件呢，这个简单的这个刷机演示以及这个可以上网的这个设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固件中呢，集成了很多一些常用的一些功能插件，大家可以刷机完成之后，可以大家去了解一下，就是试用一下，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启用一下这些功能插件。比如这里有个 Trover ACC 网络加速啊。可以把它打开它，然后如果你要需要用到这个一线多播或者多线多播的功能，你也可以启用它，在这里启用它，以及这个 MWAN 的这个负载军团的这个功能，你也可以把它打开，就根据你实际的需要来启用它就可以了。这有个带宽的监控。这个功能菜单这里我加了个重启的按钮，就方便主要要重启开始这个按钮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会把这个我编译出来这个 720N 的这个 OpenWRT 这个固件呢，就是分享给大家。我会把这个下载地址呢显示在屏幕上方。或者在视频的这个下方的链接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下载下来，刷机进行使用。啊，这是关于这个 WR710 跟 720N 这个迷你无线路由器的这个 OpenWRT 的这个固件分享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在刷机过程中或者使用过程中有什么，建议或者疑问的话，也可以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或者扫描我屏幕上方的这个电报交流群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的这个电报交流群来跟大家一起交流讨论。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多多点赞视频和订阅我的频道。好，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拜拜。